好。有点累耶。你那么帅。太喘了。好了。大会报告，大会报告。建议在场边的选手，如果没有，可以来我们大会旁边这边的 BQ 运动防护专家做冰敷凝胶。如果有身体想要做保养，也是可以来这边做体验。然后防晒可以来这边做使用。会广播4:00男生陈世伟、张柱伟、董炳华、孙习廷请至第三球场出赛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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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会报告，大会报告，四点零男子双打，陈世伟、张柱伟、董炳华、孙习廷，至第三场地出赛，第三场地出赛。大会报告，大会报告，四点零男子双打，董炳华、孙习廷，请至第三场地出赛。董炳华、孙习廷，请至第三场地出赛。啊，可以啊。大会报告，四点零男子双打，董炳华、孙习廷，董炳华、孙习廷，请至第三场地出赛。Thank you.
要饮料吗？大会报告，大会报告。由于天气炎热，如果需要电解质或冰敷凝胶的选手，可以到大会旁边 BQ 运动预防专家免费做使用。
快热死了。帅了。对的，你是打诺伊的吧？大会报告，大会报告，4:0男子双打。
欧嘉玲、曾建轩、林凯玉、吴惠普，请至第四场地出赛。Thank you.
台东啊，我进来了，没有啦，开玩笑啊，没事，快死了，加油啦，不好不好吃，
扣分哦，好帅哦。大会报告，大会报告。如果我在场边还没上场的选手，建议可以到大会旁的 BQ 运动预防专家，我帮大家准备冰敷、凝胶、防晒，都可以免费做体验，还有电解质也可以做补充。这是第四球场，他们开始比赛了。我们待会还会过来，我先到中正桥下，还有很多人要买，他们在打那个baseball。谢谢啊，你们是 tennis。
他没有在球拍。阿姨，你有带球拍吗？我只带一只而已啊，因为是中央的。我忘记带球拍。对啦，我放在办公室。在哪啊？你地方？办公室离这里超远的。不在 VIP 啊。是啊。他终于。大会报告，大会报告，现在报告预备的场次。第一场是预备正正分决赛，陈宇轩、欧善元。大会报告，请严宇博、王文彦致大会。